给他两拳，然后要哇反关节。男人的天堂，女人的课堂，这里是魅力研习社，我是薛柳毅，我是张新石岩，我是张小希。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请来了四个娃，哪四个娃？葫芦娃吗？我又不是蛇精，请什么葫芦娃？真挺像蛇精的。我跟你说啊，他们都是真材实料的。霹雳娇娃，霹雳娇娃，怎么个霹雳法呢？哎，我们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来，好。Hello， 大家好，我叫李伟伟。伟伟。Hello， 大家好，我叫周彤彤。武打明星。大家好，我是冯曦。可爱。大家好，我是潘春辉，辉辉。辉辉。哎，你知道我给他们四个一个定位啊？伟伟，觉不觉得像那种韩国女孩？那种感觉，哎，然后呢，彤彤对吧？一看就很厉害的，混血的感觉，对，混血的感觉，你知道吗？是吗？你是弟弟，然后冯曦呢，感觉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像日本的，对，根本不像霹雳娇娃，他就很可爱。灰灰实力派，绝对的实力派，绝对一语道破天机。今天啊，首先为什么要请四位女生过来呢？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啊，我遇到一件事情，非常恐怖的事情啊，我听说了。对，就那个天，对对对，是有一天呢，我回家的时候，当时已经晚上了，大概其实12点嘛，突然间我的后座车，我在开车嘛，停好车，后座上了一个人，我当时一回头很奇怪，然后这个人没有脸，你知道吗？真的好像在那儿呢，对，在那儿呢，就和那个大叔一样。然后真的好像香港跟那个欧美片那种抢匪戴了一个面罩，我当时看到那个情景以后，就马上被吓住了，被镇住了。然后我等我反应过来要跑，已经跑不掉了。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恐怖，对，真的很慌的。还好我那天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旁边有路人经过，所以救了我。但是如果没有路人的话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女孩为什么变成霹雳娇娃，其实都被这个社会逼的，学会一些防身术，对我们自己是有帮助的。没错，对，是的。因为我想每次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大部分还是要依靠自己，靠别人是没有用的。对，四位女嘉宾是不是平时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呢？对，我的遭遇就和你差不多。记得有一次我就是晚上回家有一点晚了，然后后面好像就跟着一个男的，然后天也比较黑，就类似于这位这种的，紧随在我后面。对，忽然间，然后他离我就特别的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手慢慢伸过来，就摸到我的屁股上。你摸也就算了是吗？还掐了一下，掰过来以后使劲一掰。我觉得真的当色魔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听了嘎嘣一声，我觉得肯定断了，那手指肯定断了。我小时候练过武术，然后女子防身术也会一点点，然后对于这种人绝对不能手软。哎，伟伟，我问你，你当时被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爽，有一点爽。你要让你家在哪儿吗？咱们要去排队了。伟伟，你给我再演示一遍，我要观察一下这个是。对，这到底这个是怎么进行的？好，他刚抓住你的手以后，你就使劲抓他手指头，然后就这实际上是掰他的手指头，对，使劲掰他手指头。对，所以他就会顺势，他就会蹲下去，为了减轻他的疼痛，所以他就倒掉了。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赶快跑。对，好 ，OK， 学到一招。行，谢谢谢谢谢谢蕾蕾，谢谢谢谢张乐，好厉害，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招啊！我什么都不会，我要赶快学。今天我觉得我的屁股保住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呢？胸呢？有的时候，对啊，下一位还有遇到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最近一两年都是在培训，就是这些少林功夫或者是自由搏击之类的。少林功夫。对，因为我们都会在那种很偏远的地方去培训，然后我们下了课走回去要有一段距离，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小孩，就是小流氓一样的，他从后面就是会摸你屁股或者从后面抱。来，很好，演示演示。然后呢？为了吃豆腐豁出去了，哇，太精彩了！但是
太快了，我没有看清楚。对，我也没看清楚。我们演示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动作。我就觉得，那你们要就。所以一定要站到我们面前来，他从后面这样抱住，然后女生可以其实就像他刚才伟伟教的反关节一样，你可以掰他，他会痛，痛了以后他会松一点，然后你趁机把他倒了以后就地，但是你不要松手，可以给他两拳，然后要哇反关节。哎，其实我发现刚才这个美女说呢，说其实女生的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刚才在一些这种自救的这种方法当中，往往是利用一些关节，对 对，就是小技巧，对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掰她的手指头，就反关节让她感觉到一个疼痛，然后她会松开。因为男生他通常力气确实是比女生大，如果你没有技巧的话，我真的推荐女生还是不要使用这种。我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击一下，这个一个大概，这也是我推荐的。我觉得女生自我保护。就是对男生来讲可能会有点残忍，但是还是要踢他的下部位。哦，要害还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对对对。好好好，谢谢彤彤。来，冯曦，其实我真的我看你，我怎么都觉得你不像是身怀绝技的那种角色，知道吗？我怎么都觉得你应该笑出来。他的笑就是他的绝技，真的歹徒来了就。然后那歹徒一看毛骨悚然，你笑什么呢？你是要把人家笑死吗？不是，想想吧。啊，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好姐妹们然后在一起吃饭，就是隔壁桌有一个男生就一直看我们，当时也没有很在意，然后他过来跟我们说我的手机没有电了，你可以就是用你的手机打一下电话吗？故意的，套路太明显了，哎呀，太落后了。然后呢？然后我当时没多想就接他了。然后呢，他就拨了他自己的号码，是吧？那倒没有，他想要你电话号码吧。他过了以后还我的时候，然后他是这样还我，搂着你给你的。对，然后我就接这样，哇哇哇哇哇哇！人不可貌相，而且冯曦这个过程都是这样的。两人没有任何的招架，灰灰好像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吧？对，还有一对啊，灰灰对了、啊，来张乐，你这是干嘛呀？起来吧，起来。其实那个灰灰是没有防御，这歹徒今天灰灰没有防御能力的，所以你想演一下吗？哎，你但是这个我觉得就不用你演了，我还是讲一下我的经历吧。我记得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不断的有各种色狼，各种猪哥，各种什么猪哥，猪哥就这样微微的跟随我。谁让你身材那么好？真的不是这样，要不我也跟你。对，你看我蓝了。所以呢，你现在一点底子都没有。而且我又很胆小，又很内向，所以。我总是受伤害。没事，以后有我照顾你。我看最后他们结婚了。我看你就不像好人。行，我觉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哦，我想起来了，把眼镜摘掉。小学四年级的也就是你。一直尾随我那个人，是他，就是他。有没有人帮我？怎么办？有没有人帮我？帮你现场最恐怖的皮胶王子，彤彤。有没有人帮我报这个仇？我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先进的任务交给彤彤。对，彤彤会教你以后防身术，遇到这样的色狼你怎样处理？太绝了。哎，今天彤彤教我们几招专业的吧。好啊好啊，让我们以后可以安全的制裁的那种东西遇到。对，张乐呢？自摸，你要配合一下，要不我们怎么演，对吧？乐哥，哎呀，快来嘛，垫子给你准备好了。你让我上去这回真的不会疼的，是假摔，就表演一下就可以了。有豆腐吃，来乐乐。有真没事儿，对，真没事儿，敞开怀抱，对，我们就演示一下，不会真摔的，来，迎接你了，
我们讲一下，就是一般色魔都哪几招？首先他会从后面会去捂你嘴，对不对？对对对。哎，怎么办？捂着嘴怎么办？这个好简单，我跟你讲。对，这个很简单，而且因为女生力气都太小了，其实在这种时候呢，你把它固定了好了，嗯，直接使劲踢一下。而且穿高跟鞋会更有效果。对，其实真的是。哇塞，那真的惨了。有一种爆菊的感觉。在小巷子里面，通常会对面的这样，他会伸手，他会拿这咸猪手之类的，对，然后通常这种情况下，就是专业点的话，就是会还是会反关节，他会这样伸手，再来，然后，反关节，然后。自己倒，倒了以后他可能会起来嘛，然后女生其实力气坐上去。腿的反关节，又是反关节，还是这样的反关节，柔韧。哎呀，我觉得你是来体验泰式马萨奇的吧？那我使劲了啊！哇！对你自己要求的，是自己要求的泰式按摩。对，还有，其实我觉得最常用的男生都会正面的，普通的都会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抓！哦，我抓他！他这，我废了，废了，废了！抓接了啦！敢抓！抓！对，对，然后这样抓住以后，女生你可以用手固定他。我更想走他远一点了，你知道吗？但是在这个时候，女生通常不要，就是表现出马上要动手。我建议女生还是表示的就是好像要受辣。很柔弱，这样那样，女生就是一定要装的柔弱一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怎么不会这样挡啊？你是要攻击的，对对对，我教你教哎。抓奶龙抓手，你看现在色魔不都会这样吗？来来来，猥琐一下，猥琐。要瞄准，加速。对，向左再要。对对对对，女生还是要打她下部位会比较保险一点，然后你要趁她不注意，对膝盖这样。哦。然后如果打了她一下，她如果躲了呢？再踢过去。哦。啊，左右。那你这样打完她以后，你真的要马上落跑。因为他会痛很久。哦，对，我跟你说，有一招是最简单的，就是无论什么色魔来了，跑第一招。对，如果实在跑不了怎么办？只能智取，绝对不可用蛮力，因为男生确实力气是比女生大太多。所以女生平常真的得多锻炼锻炼身体。你是想说喊？也得跑得动啊，得跑得过他呀。就是跑不了，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兄弟哥。我包里有套。对，所以我觉得首先晚上呢，就是女生最好是结伴而行，尽量避免两三个女生一起结伴而行，或者是有一个男生认识的朋友啊跟你结伴而行，然后尽量不要在太晚的自己一个人走夜路。而且还有刚才小西说的他上次的那个情况，对，一定要锁车门，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门锁好。像刚才就是特别像灰灰这种，对，灰灰你过来，我必须邀请你过来，因为你站在我旁边，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彤彤刚才教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路上才知道的，就像小西刚才说，如果在车里面的话就是这样勒住你也没办法给他摔，就是不是通常就是如果说男生会这样勒住你脖子的时候，其实最好用的还是反关节，然后你真的要使劲没命的掰，管它断不断。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跟歹徒去搏斗的好，对，还是真的要动脑子，就是能落跑就落跑，是的，还是要跑的。然后我觉得嘛，怎么说，女生呢有了功夫以外，然后不仅呢可以保护到自己，还可以强身健体，而且保持身形，就是你锻炼的这个时候是保持身形，特别像我们彤彤，你看，对，其实她这个身材，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嗯，就是那个有个电影，就是很早的电影叫《偷天陷阱》，哎，偷天陷阱里面那个凯瑟琳斯塔雄，对对对，她就是锻炼了很多这种特工的东西，她的身材也超棒。哎，里面有一个镜头我好像一直记得非常的炫，就是一直穿红外线的那个。这样的那个感觉，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下个环节怎么样？穿红外线现场体验一下呗。对啊。好。现在我们偷天陷阱的这个游戏现场已经搭好了，下面就看美女们怎么一一的把这个 A B C D 拿到我的手中来。正好呢，也可以展现他们身材。没错，其实在家了就可以完全做这个运动，在做这个小游戏的时候呢，还能展现自己的曼妙的身姿，同时也可以对你的身体很有好处，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作用。那下面舞台就交给我们的姑娘们。
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知道呢，女孩子不仅要有漂亮的外表，还得平常做一些运动，然后要特别注意，对，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要学一些。学一些防身之术，对。另外呢，在学这些防身术的时候呢，不仅能够就是说帮助自己平常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的形体有更好的这个起到一个健身的效果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了，对，差不多到此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也看到了各个美丽的女孩，她们都非常非常的哎霹雳娇娃，为什么？我觉得还差一位。钱老师，我也问一下，对啊，对，你还没有试过，在哪？来，大家，给钱老师加油！网友们想看到更精彩的节目吗？想看的话就关注乐视网的魅力研习社，跟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神秘礼物哦。钱老师，加油！